这边有蛮多的一些题目，然后我们一题一题来做。它这一边有两个 rectangle，然后它们是一样的，所以我知道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是一样的，所以这边二，这边也是二，然后这边也是二，然后我这一边是六的情况之下呢，那我整个的这一个长度呢其实是八。OK，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我的六加二等于八，所以这一边也会是八，这边也是八，然后这边还是八，这边也是八。OK，他说 perimeter of the triangle 是24的时候呢，我用这样，就是说我的六加八加 x，OK，六加八加 x 等于24。所以我的 x 等于24减14等于10，因为我的这个6加8等于14嘛，所以我拿到的是10，所以我 x 等于10，解决。然后接着呢，他说他叫你 perimeter of the shape，so 我现在要找的是 perimeter of the shape，就是说我这整个 shape 的那个 perimeter 的时候，我这边已经找到10了，so 我的 perimeter 呢其实是一个8，两个8。然后一个二，两个二，三个二，所以我有两个八加三个二，再加十，所以2 8 16加六加十，十二十三十二，所以它答案是32 cm。OK，so 我的答案是32 cm，然后十三十二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就看 B 的这一边，他说这一个图形呢，show 一个那个墙壁。然后，有 paint gray。The perimeter of the unshaded region 是36，就是说它没有涂黑的部分，这一边它的 perimeter 是36，那就是说我的这一个14再加上这一边这个弧长，我给它是 x，OK，会是等于36，OK，好。然后题目是什么东西呢？题目是Find the perimeter of the shaded region，然后他要你找出那个涂黑部分的那个perimeter。So 我们在这一边呢，我知道我的 x 加14等于36，所以我的 x 等于36减14，然后拿到的是22。然后我拿到22之后呢，他现在要的是 perimeter of the unshaded region，就是说我10，然后这边6。所以这一边是10加6等于16，然后我这边是14，所以这一边是10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一个整个也是14，然后我这一边会是等于14减4等于10，所以这边是10，所以我的 perimeter of shared region 呢，它是两个10加两个10加6加4。然后再加16，再加这边我的 x 是22，OK，所以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58 meter，OK，它单位是 meter，所以它答案会是58，哎68 meter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这边哦，我这边其实是10是两个10，我刚刚讲两个10，我没有写到两个10，所以它拿到的是68，对，好，来。接着我们再来看 C 的这一边，然后它要 form 下面的这个 shape，OK，然后它现在问那个 AB 的长度是多少？AB 的长度是多少？AB 的长度，AB 的长度。你看我这边是四，这边也是四，所以我的那个整个高的长度是四加四等于八，所以我这一边上面加下面也是八的时候，所以我的 AB 这一边呢，它会是等于八减六等于2 cm，所以我的 AB 会是等于2 cm。然后接着呢，他说 by using the length of AB found in question E, find the possible length of the two unknown sides。OK，so 我已经知道这边是二了，然后我知道全部加起来会是那个30。OK，好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哈，
然后这样他说 unknown site 是在哪里呢？这边是这两个，所以我给他这一个是 x， 这个是 y。然后他说他的那个这整个 shape 呢是由 30cm 的来做成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就是说全部加起来会是等于 30， 全部加起来会是等于 30， 所以我的6加6加 y 加2加5加4加 x 加4等于 30， 然后我的 x 加 y 6加6加2加5加4加4 ,6 加 4， 我6加4 10， 6再加4 10， 然后5加2 7， 所以27等于 30， 所以我的 x 加 y 等于 3， 我把这个翻过去，所以 x 加 y 等于3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 y 比较长嘛，所以我就让我的我其中一个 possible 那个 solution 是 y 等于2，然后 x 等于 1， 然后它加起来就会是等于3了，所以他说y1cm 跟 2cm 然后加起来是 3cm， 所以这一个是其中一种做法啦。然后如果要向难度挑战的话，我可以说我的 y 是 2.5， 然后我的 x 是 0.5 也是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一个总之这两个你的 x 加 y 会是等于 3cm，这个是重点，然后你讲分，然后逻辑上来讲呢，我的 y 会大过 x 啦，你拿 y 小过 x 的图形上就不像哦，所以最好还是拿 y 大过 x 的啦。